大家晚安，耶！我是康妮，嗨，Hello，星期五晚上好，哈哈哈哈，嗨，晚安呐、啊！我怎么突然觉得瞬间我有烧瞎的感觉，哈哈哈，好好笑哦。哦，好啦，对啊，那今天晚上因为9点到12点是开法海，然后最近就是那个《白蛇传》的活动，然后刚刚我的 OBS 不知道为什么又突然 down 掉了，害我很紧张，所以才晚了10分钟，不好意思，拍谢。有人问粽子吃几颗了？粽子哦，其实我今年完全没吃到粽子，没有吃到，没有吃，完全没吃。对啊，好，然后那个，对，我要讲一件事情，今天是6月10号，对不对？6月10号，然后。大家知道，就是其实，上个礼拜左右吧，就已经有消息发布了，就是 Vans，然后跟任天堂合作，然后他们合作了一系列的一些商品，有鞋子啊、衣服啊、包包之类的。然后呢，我今天因为是今天发售，6月10号，我就很紧张的，下午虽然在睡觉，就很累、很懒得去，然后后来还是就是。打起精神，然后就冲到公馆的 Vans 专卖店，然后就去买他的东西了。拿给你们看，这个，噔噔噔噔，你有看到图案吗？是碧姬公主诶，就是那个马里奥里面的那个公主，然后还有星星，你看很可爱，对不对？而且啊，它的牌子。就是他的鞋牌，还是就是，咦，还是手把的样子，很可爱。然后他的鞋盒也是手把，就是一个主机的感觉。诶，拿过来，这样子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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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超可爱的啊！那当然我不止买鞋啦，我买了2个包包跟2件衣服。对，然后衣服你们要看吗？还是要看包包？有一个系列我是觉得很可爱，因为，其实碧姬公主她除了出鞋子之外，也有出包包，然后还有出衣服。但是衣服的话，因为就是 T 恤，然后我觉得还好，图案穿起来还好。这双帆布鞋大概多少钱？我看一下，因为买的时候其实没有怎么注意，2000多，我记得2300还2100，就还 OK。至少我觉得跟艾迪达比起来是便宜很多了。那包包是1000出头，然后衣服的话大概就是1000块以内，然后跟1000零一点点这样子。有出内衣吗？要看是不是？好，那我去拿，等我一下哦。整个就是很爱谢，有没有？这个就是包包，那因为很新，然后我也还没拆开来，然后它是整个彩图满版这样子，就全部都是碧姬公主，然后就是和鞋子是一样的图案，那我觉得其实还蛮好看的，就很好看，女生背起来很可爱，粉红色的啊。然后再来就是这个 Game Over，这个，然后这边被挡住了，它其实下面有一个。马里奥，然后呢，它是一个 Game Over 死掉的时候的图案，对，很可爱，很可爱。这也出一系列，也有出衣服、鞋子，但我觉得，衣服如果穿在身上，会有一种那种不吉祥的感觉，就觉得还是少选这系列好了。可是很可爱耶，Game Over 这样子。然后衣服的话，这是只剩下一件的。其实它也有出背心，那背心对我来说虽然有 XS 最小号，但是呢，我穿起来超大，然后就会觉得哇，怎么那么 long？就我还是就是放弃了。然后这个是超级玛丽的 T 恤，它是在口袋这边做了一个水管，然后呢，就这样。诶，超级玛丽，超级玛丽，很可爱。这件好像才，这才900多吧？
哦，1080，这件1080。然后这个的话，它是长袖的，然后是做没有那么厚的长袖，但是里面有稍微有铺棉。我想说冬天其实也可以穿。然后它这是也是 Game Over 系列的。然后你看，就有个马里奥，对，然后背面就有这个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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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是 Game Over。有没有很可爱？我觉得超可爱的啊，对，很可爱。然后当然啊，就是其实你觉得东西好像不便宜，对不对？但是其实你只要买其中它一个东西，一个联名商品的话呢，它就会送一组这个，就是 Vans 跟任天堂联名的那个徽章，有没有？徽章很可爱耶。拿近点，你们看得到吗？啊，还是会对不到焦，这样徽章。那因为我刚刚拿出5件，所以其实我有5组，然后我就决定拿2组出来，可以就是送给线上的朋友。对啊，就是可以送给你们。那之后我会公布在我的脸书，大家记得要去看2组这个徽章。好，那我之后会公布。好的。就让大家来抽奖，好，讲那么多废话，对不对？啊，不过还有啦，就是我最近有人说要问答吗？我还没想好要怎么样，因为我才刚拿到没多久。然后在那个全家，然后我也看到这个，大家小时候有没有吃过一种米果巧克力？就是外面是包巧克力，然后里面是那个米果，吃起来就是白白的，然后吃起来脆脆的这样子。然后嘞，我就在那个全家就看到这个了，喂、哦欸，我觉得这超可爱的，然后立马就买回来，然后就吃了一包，然后想说吃一半就觉得啊，糟糕，还没有分享给观众，就是还没让大家看，然后。就把它吃光的话不太好，然后所以我就留了这4包，分享完我就会马上把它吃掉了。有人说大好心吗？也没有啦。好啦，我讲那么多话，重点是要开始玩游戏了。这是龙之骑士团。然后，哎，你们知道游戏叫龙之谷吗？他们现在就是有合作。然后就有一些活动，现在就是这个暗黑骑士威尔斯肯特龙之谷的限定角色，你只要登入1个礼拜，他就送给你。然后，对啊，现在送角色送的还蛮大方的，这等于就是有点像是，一些角色养成，然后可以帮他弄装备啊，然后练角色啊，然后推图啊。然后有什么，大家一起来打一个什么世界王啊，然后或者是就是来爬塔之类的。今日 Game of Day 香肠传说，我觉得那个游戏真的是谁发明的？哦，就对，就是又是骑士团，然后现在就是我的骑士团，然后反正。就最近都在练这个，然后这个解锁，因为这是 LINE 的游戏，然后就有下载看一下。那一样就是你的角色，然后你也是收集碎片，然后也可以帮他弄一些就是升阶的道具，然后就帮他收集，然后之后他就可以升阶。对，像如果。我这边要帮他弄的话，就是要继续推图，推下去之后收集那些素材。然后收集碎片的话，就可以升星。然后现在目前好像最厉害的应该是3星而已吧？这不是七骑士，这是龙之骑士团。龙之骑士团，对啊。要不要一起散个步？然后我看看有什么东西可以讲，就一样。我觉得我现在很缺的经验值药水，因为你有一些角色想要偷懒的时候，你就可以
直接把它用上去。对，然后还有竞技场啊，我觉得最好的就是最喜欢跟人家挑战。我玩犬夜叉的时候也是很喜欢跟人家挑战，但我现在好像还不能进去。然后远古迷宫的话，就是每天你可以打一些钱或者是经验值、药水之类的，但是我已经把那个次数用掉了，所以就今天没有办法进去。不然我一定很准时打的，就是经验值药水，因为那可以升经验值。然后再来这个就是有点像是世界网，然后大家一起就是去打它。我拿个线充电。好。等等，现在因为我很弱，所以只要进去一定会死掉。但没关系，反正你只要有参战，你就可以拿礼物，我觉得这很重要。像有一些很棒的装备都是打这个打到的，因为就等于全伺服器的人应该都会一起玩吧，跟七骑士界面有点雷同，有一点点。应该是说像这样子的 RPG 的角色多半元素就是他们游戏的要素都很接近。苍龙之七骑士团。好好笑哦。好啦，你看我一下就死了。然后也是一样可以领一些什么在线奖励啊。然后空中要塞就等于是会可以爬塔，那我今天也是已经打过了，所以编辑的队伍里面他就已经没有办法再继续选了，因为他这个的规则就会是，就会是你所有的英雄，然后你用过一次之后，他就会他死亡之后你不能再使用他，那一天只能重置一次这样。对，哎 ，Fly 啊出现，大概就这样子。然后我刚刚剩下的几个角色，通通都是还没有练过的角，所以就是没有战力啊。지금진행중인축제에대해서알고싶으신가요？然后每个角色也有，我们曾经一起战斗过，对吗？自己的语音，宝藏。哪里有宝藏？무기손질은제대로했나？哎呦，他讲韩文呢，我觉得他还蛮帅的，威尔斯肯特。要不要一起散个步？对，好吧，来看一下推图好了。推图大概就这样子。出发。我是还蛮缺好友的，如果你们有人有玩的话，其实可以加我。因为我都会在那个频道里面说加我好友，加我，加我好友。1000体力吗？我告诉你哦，他就是会，你只要上线多久多久，他就会一直送你体力，那个体力是一直累积的，就有点像是你可以存在那边。那如果你很常打，就是一直刷、一直刷、一直刷的话，你可能很快就会用完。我们都不能只活在过去。哎，三星了，那下一个地图。出发。我觉得那个海盗的招很白痴，因为这样会这样，然后一直抖他的肚子。哦，对，《龙之谷》是韩国的游戏，然后像我刚刚那个阿英灵，他就是里面的角色，然后还有那个我刚刚说很帅的那个骑士，他也是《龙之谷》的角色。
是海上的霸主。好，那么这个就是推图的部分，然后呢，英雄这里的话，因为它其实会有装备，然后等级到了，你就可以慢慢把它换越来越好的装备，就可以换上去。海盗有拦路猪的感觉，真的吗？哦，这样我才要讲一个，我觉得它根本就是托比昂这一只，肚子饿就不打仗，它是托比昂吧？对不对？肚子饿就不打仗喽。你不觉得很像吗？大家有玩 Overwatch 吗？他是托比昂，长得超像托比昂的。然后好像这一只是蛮坦的一个角色。肚子饿就不打仗喽。对。然后这里像麦卡利。这叫麦卡利吧，麦卡利。还不快跪下！这只我是有点想抽到，可是都抽不到。听他名字就觉得很凶，应该还不错。其他就还好，我觉得最可爱的就是他啦。就是阿依琳。지금진행중인축제에대해서알고싶으신가요？而且他放招的时候会露小裤裤，把他改名托比昂。看到有人车子抛锚，应该很多人冲去推车，各种之惊不意外。因为对矮人其实这个种族的话，我觉得游戏里面有。像哥布林就长那样啊，然后矮人就会长那样子啊，没有炮塔哦，没有壁垒机兵，没有壁垒机兵啊。那我来示范一个好了，像例如说我的素材是没有不够的话呢，我就可以就是去重复打。那重复打，我可以用这个卷，就是立即完成，然后再挑战，就不用再花时间，就等于一直重复在刷这个。哦，获得了之后就可以装备，然后全部装满之后就可以那个。还差欸。好，合成装备这个，刷不到。好，居然还有漏，快给我吧，我要素材，快。好，获得了，终于。然后这装备就可以再继续升级。我们可以用手活在过去。好，然后这边技能也是就可以点，然后来升级。对，它会露小裤裤，它这种会露小裤裤。我没有钱了，好吧，购买。三万，好，先这样 ，OK， 就大概是这样。这是看不到招式技能，你要看招式技能吗？那就要在游戏里面看。你说
何密昂。我们曾经一起战斗过，对吗？欸，我觉得其实配游戏的声优应该就是那几只，就那几个人吧，不是是那几只是怎样？是动物吗？很像慈悲吗？真的很像慈悲吗？好，那不然我来再打一张，然后让大家尽量都有出道招。这超帅，这超帅，这超帅！他会走过去。我现在角色太强了啦！刚刚他还没放到招，对不对？那我来竞技场好了，跟人家打挑战25744，打这个好了。好，出发。모함이지휘지면언제든찾아오세요既视感很强烈的角色。他们放招。你看，欸，我被断大了是不是？没有漏到小酷酷，我想要漏给你们看。我是说想要让他漏给你们看。嗨哟，不管不管不管，一定要找一个可以漏小酷酷的。再打这个。哈哈，阿妈内裤。等一下哦，其他的先不要开，其他字先不要开，让他开。好，这个先开了，然后再来是他。你看他转圈有没有小酷酷？有吧，对不对？熊熊的小酷酷很可爱，熊熊啊！哈哈，애송이같은모습은변하지않아。好，是的，这个游戏大概是这样。然后哦，然后你还可以就是去召唤。然后呢，就获得一些元素，然后你也可以抽英雄。那，我有5000多，那我来抽一下好了。刚刚好没看到，是不是？哎呀，错过了。那我来召唤英雄好了。我是有点想抽到暴君，10连抽，保证出现一位英雄。因为他有时候怕抽到的不是英雄，是碎片。感受一下野兽的力量吧。好吧，这是我的第二只。你相信我吗？哦，魅魔。好，我抽到的是2星的魅魔。哈哈，服务的太好。好吧，再抽一次。样。然后你可以抽装备。今天是我们写下胜利的一天，不要放弃你的梦想哦。这些我都有了，所以他就会把英雄就转换成召唤师，就等于是英雄碎片。
最高几星哦？这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我有问过，然后人家说二十几星，我就想说怎么可能二十几星？应该是最多大概六星左右吧，最高就三星吗？目前最高就三星，是哦。不要放弃你的梦想，千万不要失去信仰。又一只，哇！我全部都是那个哎、欸。没抽到好的，好，我停手了，我决定不抽了，决定不抽了。然后任务这边，只要完成任务的话，也是可以领取奖励。哎、欸，又有这个了，使用，练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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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因为本来练等的话要带着打，然后呢，如果你有这经验值药水，你就可以一直点它就好了。好，我来看一下我的账号的资讯是什么。我的 ID 是7421，如果有人玩的话，就可以加我好友。哦，目前为止抽到最高是三星，就不知道还可不可以再升上去，应该是可以吧？哎、欸，可以召唤。这只也蛮可爱的，美食家。哦，反正你只要一直有素材，你就可以继续把它进化，然后就是星等会升上去。刚刚也有人抽了吗？没三星是不是？对啊，这万恶的抽卡，真的。以上就是大概是这个我玩的这个游戏啦，反正就是一直要很努力的练，努力的练了。那之后应该也是会有这个的活动，然后再使两只，然后那时候应该会有更多详细的介绍吧，这只是就是大家可以先稍微看一下这个游戏在干嘛。对，我们曾经一起战斗过，对吗？嗯，这好像不能刷手抽哎、欸，因为它绑定你的 LINE 的账号。因为绑定你 LINE 的账号的话，好像没办法这样子下载，然后抽了之后又再洗掉，然后再抽，好像没有办法。对，嗯，它非常可爱啦。然后我看一下哦、喔，然后我是因为有看到这一只，然后很喜欢，然后想说，嗯，好，那我来玩玩看好了。这样如果扣死的话，扣死它应该还不错。지금진행중인축제에대해서알고싶으신가요？很可爱，这个也是。Lester 说开 Overwatch 上传设定也需要改，还是得先收台。对，还是得先收台。是的，就是这样。哇，已经要12:30了，还要看陈威尔史密斯。哎呦，我真的要讲啦，真的是托比昂啊，托比昂。肚子饿就不打仗喽，托比昂。对，龙之谷活动角色小姐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也希望可以抽到托比昂。人家名叫霍耶姆，霍耶姆，霍耶姆，托比昂。菜鸟就闪远一点。看一下其他角色长什么样子，其他角色大概长这样子。还蛮可爱的，我超快。哇，这好可爱哦、喔、他是兽耳，兽耳娘耶、欸、喵。
娘跟我一起来吧，娘。有人要跟我一起玩吗，娘？娘娘，好可爱哦！看一下，女帝，哇，这看起来就很凶。快说你誓死效忠！这看起来就很凶。我好像只有看女生吼，女生。想听听我跟你的建议吗？想听听我跟你的建议吗？那这样我想要瘦耳娘，瘦耳娘好可爱哦，瘦耳娘，她还有穿丝袜欸，什么？如果是丁字裤就完了，这家伙也会露内裤。有人要跟我一起玩吗，娘？哇，好啦，在线奖励领一下。哦，对，你只要什么几分钟、几分钟、几分钟，然后上线多久，然后就会一直累积这些奖励，然后你就可以一直领、一直领、一直领。哎，有没有人玩啊？要记得要加我，记得加我这个74217421加我，拜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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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什么东西会甩甩甩？你们真的很好笑。好啦，以上大概就是这游戏介绍。我来看看有什么没有讲到的。工会的话，我目前还没有加入任何工会。然后建立工会的话，其实我很害怕我玩得很烂，所以我想说要加入人家工会这样。也没有人邀我耶。嗯，浪漫时刻，随便加一个好了。蔷薇的葬队听起来很中二，加入。哎、欸、有哎、欸，里面真的有人，是真的有人哎、欸。悲悯恶魔之歌，苍蝇王，哈哈，帅帅，爱家，好啊。访问可以干嘛？就去他家看一下。乱摸，乱摸没有东西。哦，就可以看他。哦，他是还蛮多角色的耶。了解，就这样。好，然后呢，这边也可以就是聊天，也可以跟工会的人聊天，也可以一般聊天，然后就可以说哈哈。加我，拜托。拜托，求好友。哈哈，就这样。太严抽完了，太严，你抽完了吗？你抽到谁？你抽到谁？你抽到谁？快点！有人说我低头的时候麦要拿近一点。哦，那不是日文拼音，我的输入法是笔画拼音。瞬间好多人邀我，太好啦！
太好啦，我有好友了，全部都送礼，全部都送礼。嘻嘻，耶！耶！哎，按掉了。手抽，然后就删了，被淘汰，什么意思？我是在他还没上之前就有先预约，然后所以就有领到一只 R10， 他是预约好礼，然后好像后来前多久，就是你只要下载游戏新加入他，只要登入他也会送你一只。嗯，手抽胖子，然后就没下文。真假的？胖子是哪一只啊？船长吗？嗯，没开到小熊内裤哦，那个是活动角，你一定要那个。你只要登入他就会送，然后登七天他会送这一只。登七天是送这一只帅帅的。무기 손질은 제대로 했나？ 무기 손질은 제대로 했나？ 然后 R10 的话他是活动角。你只要下载完然后登入就可以有了。不然我看一下，我把它回到活动的首页。他就有说怎样可以得到。对啊， R10 可以领啊， R10 是领的不是抽的。你看6月3号到6月5号诶，登入加码送诶，那如果现在的话应该是现在登入，我就不知道有没有了耶。既然刚刚如果太妍有领的话，表示大家现在还是可以领到。嗯，好，好啦，大概就这样子了。哇，一定要12:30了。是的，好，那么我今天先这样好了。如果等一下要再开的话，应该就是 Overwatch 了。嘿嘿。有人说还没登入完，真的吗？其实可以登入玩玩看啊，因为我觉得也还不错，还蛮好玩的，就是可以练脚、练习角色这样子。肯尼说也下载了，打算开到几点？其实应该我本来打算开到12:00，现在就一直讲就开到12:30了。嗯，应该是说他们联名合作，然后的。角色，《Crash Fever》最好是几星？是六星。如果开《Overwatch》可以一起玩吗？嗯，好像他要好友才能一起玩吧？是不是？等一下，可能会，也可能不会，因为其实我骗子累积非常多。我的目标是把我昨天那个，这画面一直停在这里很奇怪，把我那个 Overwatch 就是坏掉，一直在那边魔性狂笑的影片剪出来，但明天晚上因为要开那个大乱谈的直播，所以我还在犹豫。有人说手抽四星可以重抽了。哦 ，Lester
跳出来说话，他说 Crash Fever 最好六星，不过台版目前只开放到五星。我刚刚的妈祖应该就是五星，对。哦，我自己的除那个存档是不会有 lag 的啊。对啊，所以如果看直播的时候会 lag 的，可以看 VOD。对，就可以看 VOD。Shake Lee。Shake Lee Shake 他的那个 Shake 就是那个 Shake Shake 然后 Lee L-E-E Lee Shake Lee 昨天上我那个死亡笔记的 死亡笔记本名单的那个最让我生气的就是 Shake Lee 了为什么看你的过往直播会没东西？哦，你是要退去吗？哦，因为我都放在 YouTube 啊，虽然我 YouTube 也没有放到多少，因为呢，就是还没有放。我会努力，好不好？最近会努力，努力把它剪出来。真的，真的，真的。对啊，我其实也还蛮好。讶异他要跟初音合作的，真的是有点吓一跳。我又收到了，耶、yeah, ！全部领取。诶、欸，我来练等好了。因为呢，它有一个连续挑战，它就可以一直重复打这个关卡，所以我在这边跟你聊天的时候，其实我可以按下这个键，然后就放着，然后呢，它就会自己一直在那边练灯。有人说我昨天晚上超凶，我没有，哎、欸，我打巨人的时候比较凶吧。今天动画各种更新，今天礼拜五。你们最近有看什么动画吗？虽然我有看，可是我觉得我看的还蛮少的。我只有看什么线上游戏的老婆不可能是女的，然后暗杀教室，然后在下版本之类的。你们还有看什么很好看的吗？对，这就是一键打怪。我最喜欢这种游戏的，我最喜欢这种游戏。打巨人比较暴气，对，就一直骂那巨人，挡路狗，熊巫女。我告诉你，小玉那时候也一直跟我说熊巫女，然后结果我看了第一集之后，我就没有再去看过了。三折三夜，从零开始的异生活世界。哦、oh ，我的英雄卡特琳娜娃呢？差一好看，魔力小马。好啊，有人说爱丽丝向大家问好，嗨，嗨，爱丽丝。响尾说晚安，好啊，你先赶快去睡。有人说熊舞女好无聊，极黑的不伦希尔德。可是我不喜欢看后宫的那种啊。虽然线上游戏老婆好像有一点，但是那种程度我还可以接受。有人说极黑太虐了，极黑，嗯，好，嗯，我会去找来看看的。
推异世界，终于看到熊内裤了。是啊，小熊内裤，甲铁城可以看，有晋级巨人继续感。我们都不能只活在过去。齐黑一直死妹子，真的吗？是哦，怪物的小孩很好看，怪物的小孩还是怪物的孩子？是怪物的孩子还是怪物的小孩？苹果可以载啊，我就是载这。如果你从 LINE 里面开始下载了 LINE Game 里面，然后找龙之骑士团。应该可以吧？等一下哦，我的话搜寻龙。我有找到啊，龙之骑士团，诶，没有结果，怎么会没有？那你搜寻 Wonder Five， 这个 Wonder Five Line Wonder Five Masters， 就 Line Game 进去也可以。嗯，对，对啊，怪物的孩子很好看，看了会哭，看了会哭，很好看啊。那时候我记得我是和那个阿公，就是和台哥一起去看的。就还有去木曜，还有去拍，所以就觉得还不错。东京餐酒，我都睡到几点哦？我这几天因为打 Overwatch 打到早上，所以其实我都很晚睡，大概六七点睡，然后大概睡到十点十一点，其实我就会起来了，但是就觉得。睡太早了，不可以这样子，然后就会继续再睡这样子，就让我自己睡到至少有八个小时。看了会想到亲人，嗯，对啊，就是会有讲到亲情的这个故事。然后还有，也有青少年的心理状态吧。爱丽丝方块做法。모험이지루해지면언제든찾아오세요灯光鸟，只有我不存在的城市很好看啊，很好看，很好看。对啊，这样是恶性循环，所以其实我蛮希望就是今天我剪一剪片，然后就可以赶快睡着。街道？什么街道？玩到六点，对，我们昨天真的玩到很晚，很夸张。而且不是因为有人要上班的话，就会一直玩，就是一直玩下去。哎，好了，真的已经12:30了耶。그게미녀
也会花很多时间在剪片上。对啊，当然，可是那一定要，如果不剪的话就没有影片了。地方人。熊内裤很抢戏，我觉得他这个角色最可爱的他就是他的小熊内裤了，超可爱超可爱的。道具使用也是给他，诶，已经可以了耶，那就立即完成啊，三星才行，好吧。那就先这样子啊，那当然活动当天应该会有更详细的介绍吧。对啊，就是事先跟大家先说一下这个游戏咯。应该是下礼拜六，然后活动应该是我跟鸟屎两个人。下礼拜六，哈哈，卡通同道有三只熊，什么痴汉发言啦？找到了齁，好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对啊，就有鸟屎大大，然后活动讯息我应该会再贴出来，在那个我的脸书上面跟大家说。那今天大概就先到这边，然后先跟大家说晚安咯。是的，屎哥，哈哈哈。哎，我告诉你，鸟屎哥很照的好不好，拜托，有没有看到那个上一次的那个他录什么综艺大什么的，然后有多少粉丝到现场啊，太强了，很可怕欸。下星期六，好啊，下星期六的时候再来一起玩。好啦，今天就真的先这样子了，那先跟大家说晚安咯，拜拜，拜拜。Hello， 我是康妮，谢谢你的收看啦。那如果你喜欢我的直播和影片的话呢，记得帮我按一下订阅和追随哦。那另外，拜托拜托，赶快去我的脸书，就是这个罗康妮爆发加五郎，帮我按个赞，这样子呢就可以收到我最新的消息了。那大家下次见咯，拜拜，啾咪。